我们家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这屋子里东西有一半都是我的呀。 别跟我说这些，拍卖藏酒那批钱呢？到账了吗？已经不见了，便转走。 废话！嗯，快点说钱在哪儿！给我两天时间。王烈，你在吗？你不是不愿还钱吗？你不是不知道钱在哪儿吗？要不，我叫你那朋友进来，好好的劝劝你。 先让我把他打发走，否则我们拼个你死我活，谁都不知道钱在哪儿。黄烈，说吧，你不是有事儿吗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那。 那我们进去说吧。没这必要了吧？有什么事你在这说吧。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没有人担心你会连累酒庄，连累任何人。我们只是想帮你。我不需要你们帮忙。回去吧。回郭艾伦那儿吧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我就这样啊。 走吧，给你两天的时间，好好想想。哦，对，千万不要跑，不论你跑到哪里，我们都找得到你。好好想想吧。 Thank you.
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该怎么办？王炼拒绝了我们所有人的帮助，内心刚强的他更坚信自己没有错。现在没人能帮我，然而我一定能想出来。面对眼前这一团迷雾，潘老师的离开像消失了一盏引路灯，使他陷入空前的孤独无助。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必须离开这儿。可是，咱们连出都出不去。不可能，咱们两个大活人怎么都能出去？等等，我先看看。你就知道了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看一下。你们是玻璃城堡的工作人员吗？啊，我方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？我们是报警人，向我们施打了为首男。报警不是？别走啊！让开！你别叫，你别叫！什么是打扫卫生的？你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应聘的？忘了？知道不知道？傻都不知道。你们这是不负责任，知道吗？我打扫卫生了，我负啥责呀？我负啥的？那让我们进去打扫卫生的，不打扫卫生的。报上报上。那就让我们进去吧。报销报销，还放一下吗？报销，我把你们下街赔不起了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做出回应呢？给我们？那我们进。哎，你说他们可真能耗着哈！我吃饭饿了。早晚他们得出来。帮我弄一下。你帮帮我。哎，他们出来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问你们接受一下采访好不好？我们知道了。咱们跟楼上呢。这臭啊！真想不到你怎么会隐居呢，潘老师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顺着酒味儿。你的鼻子真的有这么好使吗？我知道潘老师没有固定的住所，不过对于你喜欢的红酒还是固定。我托关系
查了这款酒最近的销售记录，送货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儿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搞砸了，希望你能帮我。这里说话不方便，进屋聊吧。说吧。严总这两天派了两个人在找我，钱没了。钱没了？
他们是无辜的，你。这根本不可能是我出报告的那瓶酒，就是那瓶酒。这是1982年的木桶，跟那啤酒整整晚了半个世纪。这就是他们造假的手段，有能力买下这么大一瓶82年的木桶，又有能力办这么大一个红酒交易的人，在国内还能有谁？我不知道。是潘潇。不可能是潘老师，那批酒被调包了，肯定是姓严的他们干的。我必须找到那批酒，才能证明我没有走错。黄磊，你为什么那么无条件的相信潘潇？好吧，给你一些提示。仔细想想，在拍卖会之前的一个晚上，如果那批酒真的被调包的话，那是换酒的唯一机会。
祝你好运。作为您家的法律顾问，请允许我给您提个意见。您说，这是个丑闻，最好不要跟您或者您的家人产生任何联系。谁都知道我是您家的法律顾问，所以，我贸然不敢沾手这个案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最好远离这个案子，远离黄念。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他？他是无辜的，无辜的人为什么要被冤枉？为什么连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？他什么都没干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他说话？陈小姐，请你冷静一下。我没办法冷静，你根本就没有努力，你根本就不配当律师，你连最基本的正义感都没有。陈小姐，我一直从客观的角度设法帮助你们，而你却在这里侮辱我。雨欣，您是我家的律师，就应该站在我的立场去考虑问题。您说对吗？好。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请您多多费心了。我们好像很久没来过海边了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跟我道歉啊？我情绪太激动了。没关系的，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，别着急。你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就是应该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你最近实在是太累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怕事情还没解决，你就先把你自己累垮了。你也是，艾伦。我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他会没事的。放心吧，我不能放心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艾伦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对我来说代表着我的现在，他对我来说代表着我的过去，所以我无法放弃他，就像我无法放弃你一样。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。记住，我郭艾伦是你的男人，为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
刘经理，刘经理，喂，刘经理，喂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要干什么？上个月有批藏酒，拍卖会之前存放在你们仓库，记得那批酒吗？我没什么话可跟你说的。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告诉我，拍卖会之前的那天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说话，说话。有人把那批酒换掉了。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那批酒还在我们这儿，我曾在十号仓库。我知道，现在你不愿意让我来找你，可是不来也不行啊。我是为了那笔钱来的。钱没了，我转走了。哼，好，我还以为是被警察转走了，没想到被我的合作伙伴偷偷转走了。我本打算自己亲自上手，可惜您老兄总是慢半拍。啊，钱在你那儿我就放心了啊。不过呢，咱们得重新算算账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我不管这批酒是真酒还是假酒，但是它给我造成了损失，所以你总得补偿补偿我吧。说吧，想要多少？一半。成交。潘总，爽快，能做大事儿。嗯。你打算怎么跟那些买家交代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跟那些买家交代呢？你都替我做好了呀。这件事儿是黄亮干的，跟你、跟我都没关系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接吧，接吧。喂，小轩，怎么了？一心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黄恋找到咱们那批酒了。啊？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小轩，那我先挂了啊。拜拜。这么开心啊，什么事啊？
没什么。饿了你吃点呗。嗯嗯嗯在这之前，所有人都怀疑我，否定我，甚至有人已经放弃了。但无所谓，我不怕流言，我更不怕被陷害。我问心无愧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证明我是对的。你们是错的。你不要说话，你听我说。我现在联系不上黄恋，现在立刻要马上找到他，明白吗？找到他，然后你们就走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嗯，潘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黄恋已经找到那批红酒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个圈套，你听我说。跟刚发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我们可有照片为证哦！想死你们了！现在你们可以鉴定了。想死你们了！看看我们。请问您对这批酒如何评价？这是1945年的木桶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不可能。这瓶酒品质非常一般。我之前喝的酒绝对不是这些。黄先生，您对此作何解释？您现在还确定自己没有错吗？骗子黄连。